同学们好，我是赵博士。今天给大家介绍外森比克不等式的第三步，也就是外森比克不等式的两个亲兄弟。首先，我们来看一道题，这道题称作内点极大等角问题。这个问题最开始是 2Miles 告诉我的。在三角形 ABC 中 P 是内点，如果 PAB 等于 PBC 等于 PCA 都等于 X， 那么 X 最大能取什么样的值，就是求 X 所有可能的极大值。经过一番研究和讨论，内点极大等角问题完全等价于外森比克不等式，也就是它的孪生兄弟。之后我又做了一番研究，发现第32届 IMO 有这样一道题，如果 P 是三角形 ABC 内点，那么 PAB、 PBC 和 PCA 三个角至少有一个不大于30度。那么这样一道问题很显然就是跟极大等角问题是一个亲兄弟了，哥哥和弟弟的关系。所以说这三个问题事实上都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这有点让我意想不到。过了将近30年，从 IMO3 到 IMO32， 竟然出现了一个同源的问题。我们先讲清楚为什么外森比克和极大等角问题是等价的。我们用三角法顺便给出外森比克不等式的第九种证法，之前没有介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做三角变换， S 等于两倍 R 平方 sin A sin B sin C 相乘，然后 A 平方加 B 平方加 C 平方，这个变换已经很熟练了。我们就是这要证明 sin 平方A 加 B 加 C 除以 sin ABC 的乘积除以2大于等于根号3，这就是外森比克不等式的实质。那么我们把分子再变一下，利用正余弦定理，也就是 sin 平方 A 等于 sin 平方 B 加 sin 平方 C 减去两倍 sin B sin C 乘以 cos A， 然后把三个式子相加，把分子换掉，就得到两倍 sin B sin C 乘以 cos A， 这样三个轮换的相加之后，和分母一除，一下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不等式左边化简为cotangent A 加 cotangent B 加 cotangent C 大于等于根号3。那这也是证明外森比克的一种方法。这个三角函数呢，其实可以用初等方法证明，因为有一个关键的条件是 cotangent A 乘以 cotangent B， 这样三个相加等于1，这个很好说明，就不详细介绍了。然后令 y 等于三个和相加，然后计算 y 平方，之后利用柯西不等式，三倍 cotangent ABC 的平方和大于等于 y 平方，又因为 y 平方等于平方和加2大于等于三分之一 y 平方加2，所以y 大于等于根号3，这样就证明了我们要的结论。
故命题成立。然后咱们说一下为什么内点极大等角问题就等价于外森比克。我们假设如果三个角都相等，那么利用塞瓦定理可以得出一个比例的乘积，也就是 sin x 除以 sin a 减 x， 然后再乘以 sin x 除以 sin b 减 x， 这样三个乘积等于1。然后对这个式子稍微化简，我在两边都乘上了一个4，这是为了计算方便。然后对右式反复利用计划和差公式，最后得到 sin3x 加上 sin2a 加 x sin2b 加 x sin2c 加 x。 这里非常重要非常精彩的是三倍角公式 sin3倍x 里边正好有个4倍 sinx 的立方，正好和左边消掉，问题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基本上已经没有难度了。那利用三倍角公式，并且把三个 sin2a2b2c 加 x 展开，我们整理可以得到3减 cos2a 减 cos2b 减 cos2c 乘以 sinx 等于 sin2a 加 sin2b 加 sin2c 乘以 cosx。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式子其实就能解出来这个 tangent x， 所以我们继续化简，左边等于2倍sin 平方 a 加 sin 平方 b 加 sin 平方 c， 右边这个因子等于4倍 sin a sin b sin c 相乘，这个不细说了，都不难。那么到这里我们非常意外的发现，这就是外森比克不等式 cotangent x 等于cotangent A 加 cotangent B 加 cotangent C， 刚刚说过它大于等于根号3，所以 x 必须小于等于30度，也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刚刚介绍了利用三角变换的方法求内点极大等角问题，但事实上还有一个更简单些的办法，也就是用琴森不等式。这里我们考虑函数 f 等于 log sin x， 计算可得 f 两撇等于负的 sin 平方 x 分之一，所以 f 为凹函数。然后还是利用塞瓦定理，我们把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也就是3倍 log sin x 加上 log sin a 减 x log sin b 减 x 加 log sin c 减 x， 然后对右式利用琴森不等式，它小于等于3倍 log sin a 加 b 加 c 减 3x 再除以3，那这括号里其实就是60度减 x。 根据函数的单调性， x 必须小于等于60度减 x， 那就是说 x 小于等于30度，所以这个问题用这种方法非常的简单直接，几乎是秒杀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相同的方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推广为 2n 边形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方法。
刚刚找到了外森比克的孪生兄弟，那么内典吉大 等角问题，他有另一个亲兄弟，第32届 IMO。 首先三个角没有说相等，但是要证明他们至少有一个不大于30度。如果利用琴森不等式，将会获得一个非常漂亮优美的正法，其实跟刚才的思路完全一样。塞瓦定理变成 sin x sin a 减 x 乘以 sin y sin b 减 y 乘以 sin z sin c 减 z， 然后三个角我设为 x y z， 它们不一定相等。用反正法假设所有的 x y z 都大于30度，那么 x 加 y 加 z 大于90度，并且 sin x y z 都大于二分之一，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左式等于 log sin x 加 log sin y 加 log sin z， 它大于等于三倍的 log 二分之一。右边我们可以得到 log sin a 减 x 加 log sin b 减 y 加 log sin c 减 z， 用琴森不等式，小于等于三倍的 log sin a 加 b 加 c 减 x 减 y 减 z 除以三。那这里边是小于分子是小于90度的，所以是小于30度的，它又小于三倍的 log 二分之一，这就得出了矛盾了，所以原命题成立。就这样，我们把这道 IMO 的问题也给秒杀掉了。然后同样的，此方法和结论可以推广为图恩边形。好的，外森比克不等式基本性质和它的一些推广形式甚至是渊源我们已经都介绍了，这个不等式非常有意思，谢谢大家的观看。